情况怎么样了？城门开了，已经开始放行了。太好了，马上通知弟兄们出城跟老鬼会合。是。等等，我的兄弟被抓了，城门又开了，那是老王招供了。头儿，那你赶紧想想办法呀，咱们不能在这儿干待着呀。 走去城门那看看，探探情况。是。大哥，我看这城门管得挺严的，不像是有蹊跷啊。难道是咱们想多了？老鬼他们已经出去这么久了。 应该已经知道八路的前进方向了，咱们也得赶紧追上他们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如果他们跑了，咱们的功夫就白费了。走，出城！快！少佐在那边。长官，田林夫他们已经出城了。知道了，立刻回去向小泽少佐汇报。是。